好，吓死！来第五阶段，有狂暴又陨石，哎、欸，所以第三阶段有加哦，真的有加 SP 耶，难怪那么夸张。然后又狮子又转完，好吧，去就对了，走吧。七颗七星，想接元神的业配吗？如果换哎、欸，可是换塔有攻击到元神吗？就是有，你觉得有侵占到元神吗？就是他的玩法，我觉得还是用单成长就好。史莱姆不是会蓄力吗？不会啊，他就分解一下而已，还好。史莱姆狂暴对核弹而言没什么。我朋友玩的幻塔摸一下，一样干出来，就元神手感比较好就是了。史莱姆爆炸不用直接打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对，史莱姆不用爆炸、欸，他就直接没了、欸。第五小男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？因为转王吗？啊，会被肥死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五合玉双掌怎么打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现在正在打 Joker， 幻塔只是被说很像元神而已，对吧、啊？然后是害大头害 Mask， 幻塔超很大，不会吧？当初元神不是被骂烂？两玩本基本同类型分裂，第五阶段你试试看，图自己想。等一下 ，Not good， 这对你有打过吗？等一下，如果你是单纯叫我尝试的话，没关系。对啊，那就用先丢二星，再丢三星，不然炸不了。对耶，他会回血哦，他会回血哦。官方再加 B 卷吗？新的网就会加 B 卷。哪天从第一次开始狂暴，干不要乱讲话，到时候真的出来。但我们在看我，为什么会讲什么分裂？史莱姆不是蓄力吗？但我们在看我，有啊。然后你先看合成完回血炸不完，所以一颗四星不够。我昨天终于出院了、啊，绿刀是什么？绿刀。我打过了，想看你怎么玩的。那想看看你玩的怎么的强哦。所以你用太阳、月亮赌博，小丑是哪赢的？140分，真的假的？有没有图可以借瞄一下？原本很多人会口答，像是黑皮胸肌送来的福利方面换来不输了，一颗四星是够哦。所以他满星还是不会补烂，对不对？不会补超过。为什么他名字特别难？每个人都是不是吗？毕竟我没氪。这年周，这是周年庆啥活动这么大，就不知道什么，有点多过头，所以四星以下只能二加三。你有没有想过有人九合而已？九合有啊，等等更新吗？周明天吧。原神这点不是超炸的、啊，对啊，就被骂三加二不行，要二加三，因为二打比较低，三补上去，先打二再打三。我气胸注意哦，住多久？我想听有印象中有观众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哇哇。先来一下，有一点小麻烦。先落一颗四，一颗四还是可以啦，一颗四还是 OK。先来一下，对。哇，那这里十一等，这里你要用，你没有十一等打，我觉得有点难。合成有一点，就是四星以上还是直接免，嗯、所以他没有损失血量，所以不会回血。哦，懂意思。两颗四星。两颗恶心不够，懂？唉，为什么治疗特效？因为特效，因为这个。哎，魔王，早安。应该过吧。成长特性有。成长特性更新那是两回事，有关系吗？应该没关系。十一等和八等时光够杀死亡的核弹，十一等要和八等时够杀死亡的核弹。等一下，这句话我听不懂。今天玩雷云叫传送搞人搞得很爽，很常见很常见。大头什么？我是说什么说大名？对啊，为什么藏到有点不舒服？你知道吗？不好看。要抖内多少才有心玩戏玩？不是啊，这跟抖内多少没有关系啊，真的。这个游戏我没有办法发片，然后发片有没有人看，这才是真的。好多盗版的东西啊！哎呀，一个三星不够，三星再一个一星，再一个。所以说我现在就变肥烂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肥到烂掉了嘛，对不对？一星反而丢不死哎、欸，哇！所以说。先来一个五星，先练习，先练习。好，我懂了。我、哦、这个补血有点过分，真的有点过分。特性原阵不用交换就可以全部原。对，哦，成长特性，反正我蛮期待的。我希望是手动啊，拜托不要搞自动，真的，你搞自动这个图就废掉了，瞬间就变垃圾了。
所以我只能和高星的，不然就是说的三星，二三星，二三星。嗯，对，一星丢没有用，一星丢只会补血。给你炸，给你炸，还蛮可怕的这种玩法。二二丢，二十回已经召唤，还有二十只网我就召唤580了，有点多了，我觉得有点危险。五阶星图原阵没关系，我也想原阵。原阵成长特性，然后上去，我觉得原阵应该会强到新高度，毕竟不用怕卡闪。明天就知道，明天就知道。五星，哎，直接下去哦，舒服一点。所以我要先丢一个二，再丢一个三 ，OK， 打掉，然后再丢一个四，直接下去，哦，舒服。六星没有东西，等一下，三星三星 ，OK。你可以明天再打第五阶啊，星图加原则。哦，对，可以再玩一次，对耶。好，没关系，先打，我先打完就好，说不定他等一下明天又更新，我就崩溃。没关系，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，对吧？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。日月为什么算成日月？原阵新高度流动出来了，拜托有成长好不好？有成长那么舒服，又有保底交换，对啊，五星啊，来不及啊，算了，给你炸，让我舒服一些。什么水一片哦，明天更新可以水很多。我今天打快打一打，明天再见，真的，明天晚上再见。照理来讲，应该明天就更新了，真的，应该明天就更新。哎，我的。欸，我的地狱雷哦，有了。哦，没有，我觉得没有很肥，真心。哇，三只神莱姆，第四只，第四只。图纸有料吗？还没，我还没拍。我看了一下，有点小难，可是应该也还好，只不过没成长，对吧？没成长要拉就有点麻烦。没事没事，爸爸爸爸，不会啦，快要那个了。有狮子耶，有狮子耶，没有办法在狮子出来之前处理掉他们。我们先把那史莱姆打掉，一二三，先丢一个，再丢一个，再丢一个。哦，干他妈的，休等！二星有用吗？二星没有用。哎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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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靠北，哎，唔中，哎，中掉唔是安尼。哎，干，哎，干，哎。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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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啊，不行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哎，狮子，哎，拜托，拜托，吼我一下，吼我一下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你狮子再不出来吼我，我就要往生了。哎，三只，三只，三只，好好好好好，给你吼，给你吼，我有三万多块，应该扛得住啊。两只狮子，等一下，我先放出来好了，我觉得有点危险。一二，有上面一只狂暴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两只先给他摸一下，不要招财。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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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没事，舒舒服服，肥到一个极限，不行，刚刚太肥了。哎，连续五只嘞，等一下，太多了，真的，不要那么多，不要那么多，拜托，不要哦，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，太多了，不要哦，好好，两只就好，两只就好，跟你老师。各位，我们要跟这个队伍说拜拜了。我们要跟整个版面说拜拜了。来啊，我们应该不会第四只狮子吧？哎，连续六只哎，哦，连续六只哎，你知道吗？再一只，再一只，再一只，他妈的太多了啦！干妈的动物园哦，上。干不能啊，会死啊，根本打不死你啊！干！哎、欸，不对啦，
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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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对。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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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多了啦，太多了，不要那么多只，适度就好了。凡事适度，不是很舒服吗？没事搞个，大概刚几只啊？刚刚几只啊？刚刚几只啊？我刚没有算，我刚刚说我要狮子，后面连续三只，后面又在四只，全都狂暴，干他妈太夸张！我先补成长哦，不管了，我要补成长。好，先一个三，一二，丢一个五，哇，一个猴下去没有问题，再一个五星。好，没有东西，一个二星，五星啊，不行，一星，一星帮他们补血。他这边只要长不好，这一局就崩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局就崩了。四星有可以，哎，有过，有过，有过，还好啦，轻轻松松，还好啦，还好啦，没有问题啦，剩五只，我还有四万多块。干，刚刚真的太多只，刚真的太多只，我会怕，我会怕，我等一下记录一下。来，单只转王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转王没什么好怕的，转王应该没什么好怕的啦，应该没什么好怕的，转王应该不怕招财啦。来一只，好了，一只转王跟三只转王是一样的，四只转王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先丢。再一个没得丢，好啊，好了，先上，好了，过过过过过过过，哎、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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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有点肥，我就有点肥，剩下最后两只，你不要搞事，拜托，你不要搞我，你不要搞我，这一局就结束了，真的，不要搞我，不要搞我，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挑战了，我等一下可以直接上了，我们等一下就直接认真来了，我就不管了，应该过了啦，剩两只，对不对？这还不过，我等一下两只一起来好了。对啊，我等两只一起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不是有点快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是因为我没有那个。两只一起来，两只一起来，一二丢丢。哎、欸，过关，还行啊，还行啊，160分，好，来吧，我们来认真喽。